乐听吉 Lisa 在去年11月确诊后，28日再度传出有成员染疫。原本在今天要出国的 Rosé 进行了 PCR 检测，结果出炉竟是阳性，紧急取消了海外行程。成员4人先前都已经完整接种疫苗，其他3名成员的结果为阴性。而女团本月少女也同样出现突破性感染。25日因为有行程活动，接受了快筛测试，部分成员出现阳性反应，因而进行 PCR 检测，结果出炉，公司证实了成员夏瑟、如珍与 Vivi 确诊，其中如珍打了3剂疫苗，夏瑟与 Vivi 也都接种过2剂，一次有3名成员确诊，活动将全面中断。其余9名成员虽然为阴性，但因为考虑有潜伏期的问题，每天都会用快筛做测试。不过在27日时，又有部分成员出现症状，目前已经做完 PCR 检测，正在等待结果。本月少女参与的女团竞赛节目 Queen 等，原本今天要录制第一轮表演，不得不缺席。另外一季的刘真虽已接种3剂疫苗，也在27日传出确诊，已是团内第4人染疫。